也有看到，我们今天的两大众也是社会各界人士各有高度的期许跟见解，那我们这几天都悉心在听在做记录在悉心检讨，所以在这里呢我有几个要提出来跟各位报告的。第一件事情就是慈济内部园区案受到各界关注，那么甚至于引起争议，所以本会非常的感到不安。那么在社会还没有共识之前，慈济内部园区即日撤案，